人家说了，人家就是爱，做梦吧你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。说起吕湘大家的第一反应，就应该是豪气了吧？她的女儿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公主，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富养女儿。因为王诗龄是她王岳伦唯一的孩子，所以就更加的备受宠爱了。在吕湘参加的某档综艺节目中，有人就问吕湘：“你会很介意门当户对吗？”吕湘表示，如果是自己的话估计不会，但以一个母亲的身份的话就会。随后有人就说，如果高晓松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呢？吕湘表示，高晓松没儿子。高晓松立马回一句说，那是高晓松本人呢。谁注意到吕湘接下来的话真的是太霸气了。吕湘对高晓松说，你做梦，场面真的是太搞笑了，连看20遍都不过瘾。看吕湘对于自己的宝贝女儿王诗龄还是非常爱护的，以后王诗龄的终身大事一定会先过妈妈这关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王诗龄会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？欢迎留言评论哦。